不太成功。你好，吃饭。哎，好，这里是。哦，五百块。太大，这就是太大。这是六十万。不能再放吗？太小了。再放一段。再放。不，有个油全都是狗狗。那个条件厉害的比狗狗嘞。吃掉它吃多哎。嗯，比那个吃多多多。再放一个没关系。对，这个就稍微。这个偏大一点。这个偏大一点。偏大。这偏大了就。找一个小一点放。找个小一点的。这个真有个好，我把那个体验好了，狗狗放，狗狗那地方，我的狗狗它知道。你把那石榴选好。再来一个。刚好一把。够了。再放一个小的没关系。再放一个小的。嗯。再给狗，这边，哎，这边那个，啊，就这。哦。这先把它挤碎也可以。可以。那个吃皮吧，还是吃的。那皮啥子都吃就不正。是马的吗？好马的。哎，对了，包好马鱼的了，没放菜。可以，太好了。太赞了，没问题。红色的石榴皮。我包给你七点。哎，对。哎，这什么？从那个来的，从那个。我是那个炒的肉。搁住了。还吃不？你三个也吃吧。十个分我吧。加了六个，对，你加糊了。行，别管，管。你看这个炸得很好，皮子炸得很净。所以说，你要专门买这个石头，那石头确实不错。这个好像。干钱拿了钱没钱。也就是过滤把那个籽和渣都过滤。它有些掉下来没炸。对。而且就是说工业榨汁机，就是说不可能就是说那么想那么完美，就榨的一个不剩，这绝对不可能。正常煮饭。对。你像家里边一点都别浪费。什么贵？你这买了一箱多少钱？不知道，也是在网上瞎订，订完了之后。也是杯子。倒一杯。带杯子，给你老婆带。没有。孕妇弄来这个喝好的。这个好东西啊，它是石榴。